九天，哎，这个游戏其实它最近上了 iOS，但是我之前很像有玩过哎，但是我们的内容找不回来了，Loki 啊，我重创了，然后，顺便介绍一下职业好了，哎，我们先讲射手，那九天风神呢？零工职业，之前有玩过了啊，重点是他上了 iOS，啊，我们那一只不见也罢，因为他这次呢可以用 FB 进去，所以之前可能是三档吧，吼，那我们就直接玩咯。九天封神之前像跟他姐姐跟你讲玩法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个几页。欸，其实之前我们玩不少，也没有玩很久了，就是稍微介绍一下。啊，各位观众爱看的是伊的技能，技能快掉吗？技能看到吗？欸，技能看到吗？技能的部分 OK 吗？就这样。哎，剑你都有看到吗？就是该讲的这边，好，这里。好像这边有飞黄剑。哦，飞黄剑。这个你们参考一下。全技能，全技能，很耐玩。哦，那其实有手出了，线上的玩家可以看一下吗？有没有？哇，傻了我！你说它内容是很丰富的耶，哇塞！